江家驊議員。主席，我當然非常感謝廖長江議員提出今日呢個動議。但係老實講咧，主席，呢個動議咧似乎就遲咗十年，可能係十年有多，因為個動議嘅主題就話要推動經濟轉型。但係如果我哋睇睇我哋最基本嘅數字，或者我哋環顧我哋嘅社會嘅周圍，我哋不難察覺到咧，其實我哋嘅經濟已經十多年前咧係轉型咗。要再轉型咧，或者逆轉呢個轉型咧，其實不可能嘅，係違反我哋嘅天時、地利，甚至係人和嘅因素。主席，一啲簡單嘅數字我哋可以睇到啊，我哋講緊係2008年啊，即係講緊係五年前咧，我哋嘅人均嘅生產總值 GDP 行業嘅佔有嘅比率咧，服務行業係佔咗90%，工業只係9%。咁即係話咧，其實五年前我哋嘅轉型咧係已經完全係轉化咗啦，已經完成咗呢個轉型啦。我哋亦都可以睇睇其他啲數字，我哋嘅勞動人口所參與嘅項目或者行業，零售、食肆同埋酒店咧，呢幾個行業咧係佔用咗我哋嘅勞動人口43.3%，而呢、這個金融地產咧係佔咗20%。我哋嘅出口嘅總值咧，喺舊年嚟講咧係3900億，入口咧係4300億，即係我哋咧係買入比輸出咧係遠遠為多。咁點解我哋都仍然係一個係最少喺東南亞嚟講係一個成功嘅經濟體系咧？咁就係因為我哋唔係靠出口，我哋係靠吸引外資，我哋靠輸出我哋嘅服務嘅行業。咁所以咧，我聽到部分嘅同事喺辯論嘅時候，一係就提出一啲好高大空嘅原則，俾人一個少少眼大頭過龍嘅感覺；一係就針對好細微或者個別嘅行業，有少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嘅感覺。主席，如果我哋係話，我哋點樣可以維持我哋嘅經濟嘅地位，進然可以進佔其他嘅行業，以鞏固我哋嘅經濟體系咧？我哋首先要弄清楚，我哋香港成功之處係喺邊度？我哋賴以成功，我哋點樣去鞏固我哋嘅地位？主席，毋庸置疑，香港現時係一個金融服務同埋轉運嘅中心。我哋點解到目前為止我哋係成功呢？我哋千祈唔好聽自己大鑼大鼓去吹去，我哋要聽聽外界嘅投資者對香港嘅評語係咩嘢。其實總括嚟講，可以歸納喺幾點嘅。主席，香港第一，佢哋話我哋係一個自由嘅經濟體系。第二，我哋嘅金融、我哋嘅貨幣係穩定。第三，我哋有法治。第四，我哋冇國債。嗱，呢樣嘢咧，全世界嚟講咧，唔係咁多個國家可以同我哋相提並論。第五，我哋有良好嘅監管制度，即係話我哋無論我哋嘅金融嘅行業又好，或者係我哋嘅投資行業又好咧。因為我哋有一個良好嘅法治同埋呢個法律嘅體系，加上一個良好嘅監管嘅制度咧，外國投資者咧只有信心將啲錢咧係擺喺香港呢度。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要知道咧，就係點樣去維持或者維護我哋呢啲賴以成功呢五個重要嘅因素。但我哋望喺前面咧，我哋系睇到乌云密布嘅。我哋面临紧相当大嘅唔同嘅不同方向嘅呢个威胁
或者挑戰。第一，我們的租金不斷高企，這個是嚇退外資的一個主要的因素。第二，我們人才缺乏，我們在訓練人才方面我們做得不足夠，過去20年我們不斷滯後，特別是我們賴以成功或者是賴以輸出的我們主要的所謂爭取 外匯爭取 外資的行業，譬如好像法律界、醫療界人手都是短缺。第三，我們的政治體系內地官場文化逐漸是侵佔了香港，公平公義已經不再是見到。第四，我們的法治亦都是受到挑戰，甚至乎有人說我們的法律體系已經逐漸內地化。主席，這些挑戰只是令到我們要鞏固我們的金融服務中心、轉運中心成為一個成功的這個經濟體系的重要的威脅。如果我們不能搞好我們自己賴以成功的地位，我們幾難是可以在這方面呢是進佔其他的行業、其他的市場。主席，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如果我們是守不住我們現有的成功的地位，我們說得幾天花亂墜，說得幾好聽，去增加其他的行業或者產業呢，都是空言來的。多謝主席。